家好，员工大会见面很开心啊、哦！介绍一下，您是来自于哪个分社？我是刘先生，三牛。啊，刘先生是推拿师了。啊，对，三牛。今天没有来弄一下头发？不用了，我比较自己用。哦，比较相信自己的手艺。啊，对对。今天来到员工大会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早上吃的好吗？OK 了，因为看着老朋友嘛。我们的老朋友。对，今天是此四间分社的员工都是聚集在这里，是不是平常没有这样的机会？啊，对啊，一年一次。对，然后这次就可以跟大家交流了。啊，对。这个推拿的手法啦，还是接待我们的这个长者啊，干嘛的他们？有没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流？分享一下他们的手艺啊，有没有技术的门槛啊？那今天等一下，期待那个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丰盛，然后更加欢聚一堂了。看看，谢谢你给我们比个爱心吧。啊跟这个 camera 比个爱心，来加油善继，善继无限感恩充满爱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善继加油。